这样着急，一进门就给我丢脸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他。不是醉了，娘子不胜酒力，早知如此这酒便不喝了。君莫，莫不是柳下惠不成？少夫人，请您梳洗完毕，跟老婆子去一下大厅。夫人还想等着你这新媳妇儿敬茶呢。少夫人，您不用担心三公子。三公子没有碰少夫人。可不是嘛，哎，可惜了那少夫人倾国之色，这以后怕是要独守空房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听说少夫人长得很丑啊。呸，我昨日看到少夫人盖头掉了，那长相可真配我们三公子。可惜了，三公子那个人不行啊。少夫人，你可千万不要当真，那两个嘴贱的丫头儿媳昭君见过公公婆婆。从今后你就是我们苏府的儿媳妇，你要好好伺候夫君，孝敬长辈。是，昭君记住了。来，我指给你看看。这位是杜姨娘。杜姨娘好。这位是傅姨娘。傅姨娘好。这位是罗姨娘。见过罗姨娘。这些都是昭君准备的一点小心意，都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且收着玩吧。姐姐，我看着三少夫人模样出挑，跟三公子真乃绝配啊。妹妹也不错呀，有赵家的千金当儿媳。
那是，我儿媳妇可孝顺着呢。啊，说起来，我还得羡慕羡慕傅妹妹呢，跟二少夫人那可真是处处和谐啊。姐姐们说笑了，我家儿媳妇的确温顺得很，我倒是羡慕罗妹妹，生了两个女儿，都说女儿贴心窝子，我倒想求菩萨给我一个女儿呢。的确，的确，女儿是贴心窝子。三少夫人，昨晚身子可还累？啊？闹够了没有？这么闹下去，这顿早饭还要不要吃？不想吃的都给我滚犊子回自己院子里去。三少夫人，夫人请您过去一趟。哦，好。夫人。人带到了，婆婆，带这个丫头退下，把门关上。说说，昨个晚上到底怎么回事？婆婆，昨晚上与夫君喝完合卺酒，我有些不胜酒力，夫君就扶我去榻上躺着，谁知夫君竟然中途离开，我听到了他和刘管家之间的谈话，说是夫君根本就不喜欢我，我太过伤心，就睡着了。成了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。那我问你，你可想夫妻和谐，举案齐眉？自然，哪个女子不想与心爱之人白头到老呢？很好，回去仔细研习。若是将来为苏府生个一男半女，我这个做婆婆的就不为难你。谢婆婆。下去吧。是。什么琴瑟和鸣啊？啊，刚才小姐是说希望能和姑爷琴瑟和鸣。嗯，娘子也喜欢看书？这都是一些平时打发时间的杂技罢了，都是一些烂词乏句。夫君乃是大智大慧之人，这等劣质书籍怕是难以入眼。我这就叫冬至把书给拿下去，免得脏了夫君的眼。娘子此言差矣，书籍本来就是让人看的，不分优胜劣汰。娘子下次别看了，是让下人知道，成何体统？知错了，知错就好。